好大消息，哎呀，你在干嘛？两个雷欧。我已经在打怪兽了。哇哇、雷欧两兄弟吗？哎呀，好痛哦！我竟然被他打了头发。雷吧！我怎么这么卡、我弃权。来吧，我给你重拳。哎哎哎哦！你看我的姿势帅不帅？哇，这个怎么了？你说我擦我擦你就完了，来吧。哎，你被重拳了。雷欧盾，雷欧盾，雷欧盾！哎呀，雷欧盾！怎么格斗王表现这么差？这哪里是格斗王？谁跟你讲他是格斗王？雷欧不就格斗王吗？因为你操作太差。雷欧比赛罗还强。狗屁哦！因为赛罗是他的徒弟呀、谁说？赛罗不是他徒弟吗？可是就凭雷欧这现在电视剧。好弱，比赛罗弱多了。那他还能做师傅吗？不能，应该做徒弟。还敢来迟？哇！我要重拳了，雷欧。滚！阿五，叫两个阿斯特拉来。好卡哦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竟然没发出来。无谓呀！打一个啄木鸟，打了两分钟。别做无谓的挣扎啦，也许还要继续打下去哦。对门市场。嘿，我打，你看我一直打，他都不会打我，因为我太温柔了。这个他还想跟我比跳高，雷欧跳高可是很厉害的。骗子！没看到跳得这么高吗？阿五，来吧！只有你发出来好响。成语没有，但还有我呢。看哪个是冒充的？当然是你那个啦、这个是我真正的。打一个人那么难还的吗？机器人不用雷杰多这麻烦。来，我们一直用这招。谁赢啊？我不打，你一个人打。好，你绝对被他打死。好，你说了，我都不信。我走。来呀，笨蛋！机器人算什么？你快逃啊！你过来干嘛？我别来打我！我，他竟然抓着！你有本事单独挑战他！我跑了。他又不打我。我想跑都跑不过、来，我试一下。呵，哎，还想跟我斗？我不动，他就不会打我。又来。我只要趴了，他就死了。现在他找不到我了吧？我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你绝对打不过他的。怎么可能？他一打趴我，就会打你。你让他打趴，他才会打我。你让他打趴，他才会打你。我。我一直防御就好了。他是傻了吗？一直打我，你还不过来打他？我在后面发投票，让他更凶猛一点。哎呀！哇！怎么回事？哇！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招啊？
你被他政权了，我来为你挡招。你就死了，我为你挡招好不好？啊，现在要看我的了，阿斯特拉快点来。哎呀，没影没影子了，你输啊，完了，我不会被他打死吧？肯定啊，他姐姐53秒，你还想 KO 他？他又想种田了。你想 K 谁呀你？哎呀！哎，我就给他种田了吗？没有。好，结束了。结束，叫我的兄弟来了。结束不了，不会吧？哇！最后一秒钟，自跳队今天结束，拜拜。